样吗？感谢各位的。先用一段6分钟的影片哈，就是六个镜哈，重新再来看台东哈。当然里面没有太多的文字描述哈，那但是透过影像，透过一个很简单的概念的重新再定位，我们看到台东一些新的机会哈。那今天要讲的就是台湾在去年吧哈，100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因为100年，五都成立了，所以台湾已经是一国两制了，五都跟非五都，所以在五都，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台南、高雄，是这五都，改制了以后，面积哦，面积占台湾，总面积的1/4，那但是这1/4面积的，五都里面人口聚集了60%，他的60%的人口，那15岁以上拥有大学学历的有70%集结在五都，所以他已经形成了一个3大区域5大都会，的一个非常资源集中的一个城市发展模式，所以问题来了，当台湾剩下五都了之后，非五都的地方。
那资源更匮乏哦。那五都的区长可以直接用派的哦，不用选。那更偏乡需要选举，就需要这个派系的这个分配。所以在整个行政的资源也好哦，预算的这个分配也好，都是相对非常弱势。那相对弱势状况下，是不是还有其他机会啊？是可以让台湾除了五都以外，还可以一些发展啊？那当然，台湾在更早期，在十几年前，有离岛建设基金啊，离岛建设基金啊，那它针对的对象是只有离岛啊，绿岛、兰屿、澎湖、金门、马祖，特别的不是用人口的比例去分配预算啊，所以有一些对离岛有一些特别的一个发展的基金。那也是从去年开始，因为这个五都的这个资源过度集中而造成非五都的这样落差的状况下，所以去年也开始成立了花东发展条例，这是对台东花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计划，让花东可以变成台湾另外一个新的发展的机会。这边讲的发展不需要西部的发展方式啊，所以它是用十年的规划啊。那十年如果给花东400亿，其实钱也不够了。台南市铁路电气化就200亿了。那花东这两个县市十年如果有一个预算400亿，可以做基金的方式，基金会花方式不是一次花完，它是一个基金可以去投资，可以去融资，可以做民间的跟公部门的共同参与的方式去发展啊。所以在这个花东发展条例的状况下，花东好像看到一些些机会啊，看到一些机会。那这个时间点刚好是我去年啊，我是去年3月啊，我去台东啊，所以大概这个时间点也差不多了啊。我们现在走了大概一年多，花东两县现在也在拟定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就刚好可以参与我的故乡哈未来这10年的发展。所以当一个建筑人哈，建筑人，我们都在谈规划，在谈想象。那当你刚好有一个时间点有一个因缘可以盘整我们在想象的哈，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啊，所以我想我回台东，大概主要是在想象花东未来的可能性在哪里啊。好，那我们看几刚刚那个六分钟画面之后哈，我们看看这个偏乡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性啊？那我想台东可能大家都说好山好水好无聊啊，因为很远嘛哈，你怎么看都是看山看水。是不是有些新的形象啊，新的可能性可以被发生啊？所以，去年哈台东上全国头版的新闻，有两个哈，有两个画面哈，一个是各位看到的这一张哈，热气球啊。那各位知道台湾是一个岛屿的国家，我们有非常好的海岸，那也有像东部地区有很好的空域啊，这些空域是没有航线经过，在台东纵谷，那但是这个空域或者我们的海域，在传统并没有被好的对待或者好的去发展，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开始推全国第一次的国际热气球啊，以前是叫做飞行伞啊，飞行伞那个比较小规模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去年暑假两个月啊，创造了35万的观光客人潮。那今年第二年半就88万人，就一年就增加一倍了，那明年应该是会破100万，那也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准备突破法规也好，或者去做更开创性的做法，以至于我们空有这个场域并没有去发展，那各位可以看到那个树大便是美，当热气球你不用搭在你面前打开的时候是很漂亮很震撼啊，所以这个还是去年啊，今年又更精彩啊。那所以这样一个空域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办啊，那包括我们的海洋啊，那台东也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试着冲浪啊，所以我们的海岸线长久都没有开放啊。那去年第二个画面啊，第二个画面就是蓝屿啊，
兰屿的平板舟哈、哦，平板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哦，兰屿的达悟族哈、哦，他们就是海洋的民族啊、哦，所以那一艘船是有很多的家族啊、哦、去山上砍柴，啊、哦，那每一个家族坐的位置都不一样啊、哦，把很多家族的这个智慧跟整个工艺啊、哦、集结在一起，所以它是用木块拼起来的平板舟。那以前的平板舟有很多的禁忌啊、哦，那它不能打造超过13人啊、哦，那但是去年来也就做一艘18人拜访号，那他希望啊、哦、拜访号可以拜访台湾。那早期大概20-30年前，不是20-30年，大概上一个世纪哈、哦，兰屿的达悟族跟菲律宾哈、哦、巴丹岛哦是有航行的啊、哦，所以他们共同去分享同一个语言，同样一个海洋文化啊、哦。但是后来因为种族的关系有纷争，那就断了啊、哦。所以兰屿认为他们应该是拜访台湾啊、哦，所以就规划了一个行程啊，建国100年，兰屿的也一起来参与，所以拜访号他们有事就航行啊、哦、到大武去跟。南回县的台湾族做文化交流啊、哦，那绕过它的南端的海线啊、哦，就又到垦丁啊、哦，那又到高雄，那进了台南的安平港，那安平港有一艘那个郑成功的那艘船啊、哦，也做一些文化交流，后来又到台中，到最后是进了大家和平公园，进台北啊、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讲的就是一个海洋文化，但海洋文化。可以透过一种创新，哦，甚至兰屿的勇士也邀哦，很多的打工假期的台湾的朋友或者外国朋友一起参与，哦，所以这个就有些传统文化如何做一些创新，跟参与的方式是可以感动的人，哦，这个在东青湾的一张画面，哦，那台东也有很多小型的，我们称为叫做微建筑了哈，微建筑哈，台东大概我想未来的发展是以微型产业啊或者微建筑为主啊，那很多空间是在市区里面用既有的低的密度啊，把树保留下来，如何形成一些户外慢慢的游逛啊的一种聚落啊，那我们在台东旧火车站啊，有几个案子都还蛮有趣啊，那这个画面是。在台东旧火车站旁边哈，诚品书店旁边有一个铁花村，那是台湾好基金会啊、去经营音乐的一个基地啊、那我们现在在发动的这个叫做便利新据点的一个聚落，是铁花村旁边还有一块大概比铁花村多七八倍的空间啊、他们打算我们就拿光局的补助啊、要来做一个聚落啊、那这个聚落就是传统的这个 footprint 都留下来，但是是盖新的。旧的这个铁路局的这个老房子啊、很小啊、要稍微面积稍微增大一点那footprint 就是它的一个规模啊、大概群居的方式大概维持原有啊、但是树都留下来，那用新的这个工法构法做建了，那大概保留一栋旧的啊、就当做一个历史的文化资产的教室，那在这个聚落里面未来想推的就是文创啊、跟表演啊、跟创新育成。所以大概是有很多的户外市集的概念。那所以台东未来因为会有很多的户外的空间哈、哦，会释放出来。这个户外空间就融合少部分的建筑，那大部分的环境留下来，创造出这种可以在户外应用的空间哈、哦。所以这个大概是大城市比较少啊、哦。那各位如果在台北听音乐哈、哦，可能在台大。公馆附近啊，都是地下室嘛，都是密闭空间。那在台东市区啊，未来会有一大片啊，是很多的是在户外可以游逛啊，户外可以听音乐，户外可以看表演，户外可以购物的空间啊。那这个有一些历史建筑遗留下来，也有用旧的税捐处旧的户政事务所改的诚品书店。那我们在转角还有一个税捐处，要把它改成纪念旅馆啊，或者一个时尚的一个。那还有一些旧空间再利用，我们在旧火车站哈、周遭有个铁花阁尾端，有一个3.多公顷的台气的汽修厂啊、也是闲置啊、
那我们跟园丁会争取预算，可以做原住民文创聚落啊，所以大概让原住民的工艺家跟台北的设计师是可以在这里做交流啊。那原则上是这个空间在利用，再搭一个棚子，有些产业的聚落啊。那这部分是9点啊，第二个就是事务所在做设计发展啊。设计北投图书馆跟花博其实三个的建筑师，那我们一样在旧火车站周遭会有一个原住民商业的一个展售中心哦，那这个看起来很 local，看起来又很创新哦，因为它做了一个大棚架哦，那上面大概是用一些比较木构造的这个材料哦，那景观哦就是种槟榔树哦，那为了让棚架可以很便宜哦。所以就全部用货柜啊，如果盖起来大概是台湾第一个用货柜堆起来的一个立体的商场。那所以这个大概这种环境的调性也蛮适合在台东是非常非常不是那么精致了啊，有点粗犷啊，有点慢啊，有点一些比较生猛的啊这样的概念。那另外我们花东铁路哈。所有的车站都会在未来3年做一些改造，那但是花东的铁路这27个车站没有，只有一栋哈，新城站在花莲是新盖的，其他的是都是利用原有的旧车站去做 remodel 哦。那台东车站，台东县内哦有4个车站，台东站、关山、鹿野、池上啊，那这4个站，我们很幸运哈，找到了甘明园，跟李律师搭档哦，建筑事务所。那他们比方说这个案子在台东车站，台东车站你刚才有看吗？是很丑很糟的一个建筑的立面哈。那建筑没有拆啊，为了让建筑立面可以消失啊，所以在建筑前面搭了一个很大的木构架的这样的一个棚子啊。那这个棚子就可以把后面遮掉了啊。那这个棚子之下可以做。我们的农特产品的展览，然后旅客的服务，然后无缝的接驳，啊，等等等等。那更特别的是这个案子，我们站前的广场，跟车站本身，跟后面有一个实景化公园，全部设计都整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今天我大概主持了十几次的会议了，所以好不容易达到3个机关，同时把图套在一起，甚至县政府站前广场还把原来的设计那个放弃啊，重新再请甘明建筑他们做站场的设计啊，所以整个 landscape 整个环境的动线就整合在一起哦。那也因为协调，所以这个车站争取了一个后面的出口，可以直接走入到实景化公园。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我们有是有一些哈做设计的机会哈，但是这些做设计的机会不必然哈是传统的，各位想象的是很时尚的啊，或者怎样，因为它谈的都是整个城市的串联，或者城市的市区的一个重新再出发，重新再发展啊。那我刚刚谈的3个案例，我想接下来用这个 PowerPoint。快的跟各位做一下分享。抱歉，我那个繁体字还没改过来，因为上个月在上海分享啊。第一个案例哈，就是我们在旧市区里面啊，重新再整合啊，重新再出发啊。那这个是旧火车站啊，那它其实条件很好啊，条件很好是说周遭的这个环境的准备空间是够大。那大概交通部大概在10几年前做了一个错的判断啊，就是认为台东市跟花莲市人口会成长啊，所以把车站移到外围了。那结果啊，市区人口没有成长啊，反而减少啊，所以周遭整个商业就衰败啊。那我们好不容易大概在7、8年前开始发动，把旁边的围墙都拆掉啊，让这个绿带啊是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也大概是在四五年前哈，有旧的一个
户政事务所哈、哦，用remodel 的概念哈、哦，请陈平进驻。那后来在八八风灾之后哦，还好基金会哦，进驻到这里来进一个铁花村，是一个音乐的聚落哈、哦。那接下来有很多的台铁的宿舍其实是被闲置的哈、哦，以及这个很乱的站前广场，以及虽有绿地哈、哦，但是很少有文化活动的基隆火车站。就大概在想这两年啊，像化妆化条例的这个概念，以及整个旧市区啊，如何做一个都市更新啊，或者一个都市的一个串联啊，所以接下来三个案子啊都会在这里发生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区希望有一个南岛的氛围啊。那南岛我们都知道，泛太平洋有很多的岛屿国家啊。那甚至有研究啊、哦，这些岛屿的国家的语言啊、哦，很多的习惯是很类似的啊、哦。那台东也大概办了十几年的南岛文化节，那我希望有个 physical 的空间可以把南岛文化整合进来，但它不是一个大的园区的概念的啊、哦，它是一个聚落的啊、哦、的，所以在这里氛围不是一个买票进园区的，是有些南岛的一个关键的氛围。那在这边，我们希望就是利用旧的车站啊，变成一个旅客服务中心。那邱杰老师大概在也大概在七年前啊，做了一个大红架啊，那整个铁道闲置了之后，被改成为一个脚踏车步道啊，那它现在变成市区非常好的一个散步道跟环市的一个这样的步道，所以环境整个来讲是非常好。但是少了一些文化的活动跟建筑可以被发展的一些室内可以经营的空间哈。那当然我们也拿文化部的补助，有做一些铁道艺术的一些展览哈，但是需要有更大规模哈，更多的活动的艺术哈。所以大概我们盘整就大概有三个案子进来哈。那第一个是拿观光局的这个旗舰店啊，旗舰的案子哈。我们要做魅力新据点啊，那所以这个部分主要是有公益的文创的跟室内的一些展览空间啊。那在顶楼会后面有一个石油乡镇伴手礼，这个原住民文创的部分啊，就大概有一些微型的啊，这个聚落发展。那这个整个哈、啊，大概有三四个案子啊，全部盘整在这里。那但是我们在想一个空间的大概概念是什么哈？建筑师哈，贺毅老师跟侯正树他们在想，大概第一个大概是南岛哈，第二个是传统的材料怎么样重新被 represent 在环境里面，所以不见得是传统的茅草屋啊，所以他们大概想象台东有很多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这样的一个 footprint 是重要的哈，你看到这个考古的这个小的往下挖哈，大概也说明了以前的卑南的这种聚落的密度是大概这样。好，我们在南回县有很多用石板做起来的啊，这个一层楼的啊，那在有一点院子的感觉，但是这个院子这个都不高，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但是不见得哈，不见得要完全用传统的材料，传统的形式，所以如何这个传统有一些。这个氛围啊、哦、被转换是被再诠释，反倒是这个建筑或者空间的议题啊、哦，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聚落的 footprint 被留下来，但树也全留下来啊、哦，那把这些调整出来让一些半室内的活动空间可以跟半开放空间围成一个有界定的场域啊、哦，但是不是封闭、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在空间上的转换，所以你可以从这方面很清楚看到，有。原来的老房子被保留啊，但是大部分都是重新组构。那组构完了以后，不会差太多了啊，就是它的 footprint 基本上还是留着啊。但是为了空间可以开放啊，可以做各种的一个展演。那原有的木构架，我们把它叫做好好拆啊，找了八个艺术家，再把拆下来，不管是门板、梁柱，重新再变成一个地形艺术或者夜间照明啊，在铁道艺术村周遭啊，重新被再使用。那这个部分也跟延长寿他们谈了很多啊，在
做观光的人啊，做产业经营的人啊，他们希望在台东不是一个集中的一个空间，是应该很多的墙面可以被打开，可以很舒服的走到户外啊，走到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的啊，这个其实是 casting 啊，是在工厂里面啊，做铸模好的啊，那但是那个预铸的这个刻度有一些不同的痕迹。密度可以展现一些比较厚重的纹理啊。那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也大概保留有大概四分之一的预算是让艺术家来做的啊，这个建筑景观不要把它做啊，大概会有一些艺术家来做一些户外的壁景的创作跟装置啊。那藤森造型老师除了在新竹有一个插屋以外啊，跟华山嘛。第三个插屋应该是在台东的东海岸的，那大概是这种户外的装置，环境的这种比较粗犷的材料，如何去 restore 在这环境里面啊？大概我们带你们设置自己预算去做。所以它看起来有一点点传统哦，但是大部分是用新的方式诠释。袋子留下那个密度跟开放空间的感觉，跟有一点点是南岛的意象，但是更重要的是未来空间怎么经营啊？所以现在也在做经营的这个方案跟建筑景观在做一些调整啊。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到，这个大概就留下这一栋，这个旧的留下来，那其他的是大概按照这个 footprint 啊，因为按照原本宿舍这个空间都隔得太小，没有办法做营运。所以就是把它变成六个场域啊，那重新重构的概念。所以未来整个空间是也是 mix 啊，那这一栋是整个在按照原有的修复回去啊，那其他的都是重组，有新的材料性。那更重要是一个经营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修完了以后。不晓得要怎么经营啊，所以经营面在这个地方反倒是空间到最后要回馈非常重要的议题。好，它的招商啊，它的商店那经营模式。所以大致上为整个建筑的高度维持在1楼到2楼啊这样的一个高度。那虽然是斜屋顶，但是它不是传统的斜屋顶方式。一些建筑的新的构造的方式材料是可以在里面做讨论，还有这个弹性空间的使用，如果在从室内可以开放到户外啊，好，比方说那 close 可以做一个大概100人的啊，就打开可以到180人啊。大概在过程中，检讨了很多各种活动的可能，包括备餐、包括设施等等。所以看起来有点在地啊，又有一点点原住民的南岛啊，又有一点点时尚。景观的部分是浩宇啊，就是设计华山园区的，几乎是所有的事都留。那这个也大概是新的啊，用 casting 的方式啊，希望那个建筑的表层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肌理。但是又不要太复杂啊，所以大概总共开发出来大概10来个 pattern 啊，那教他使用，可以创造出很多的很有趣的方式啊。那第二个也是在同一个区里面啊，我们跟原民会拿到一个不是做原住民文创聚落啊，但有两个点啊，一个是铁花路的尾端啊，利用这个空间去修的啊，另外一个是新盖。就刚刚跟各位讲，在旧火车站周遭，我们有4、5个案子会盘在一起，
对，刚刚那个部分是魅力新据点在这里，那旧车站就在这里哈、哦，那个邱杰老师 的一个大的空间，那个整个未来还会再重修了，那所以有一个原住民的商品的展售区哈、哦，在这个广场旁边，那铁道路的尾端靠近太平洋这里，有一个闲置的哈、哦，台汽的一个旧的汽修厂哈、哦，那这个过山区不会回台东县政府。那我们未来就是做创作研习区因为那个是机关用地不能做商业使用，所以这个也蛮好，在这边做研习，到市区里面商业区里面去做贩售。所以这样的一个案子，我们就把旧的建筑留下来，但是这个基地是铁花路的尾端哈，那它的条件蛮好，大概这个高度可以看到太平洋，可以看到绿岛啊。旧的这个部分我们全留下来。这个是以前他们在修汽车的 bus， 那这样的空间很干、哦、那所以有一些新的program 的进来的植入，把旧的这个大垮旧的空间变成木工的工作坊、哦、或者其他的工业工作坊，所以这个部分也切为做一些都市计划的调整跟变更、哦、所以让整个基地可以整并在一起。大概前后大概讨论一些、哦、所以大概旧的这整个区块都留、哦、那新的这边有一个比较像地景式的方式、哦、做一些比较年轻人的建筑，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大的艺术大的工匠、哦、所以他们需要大的空间，那他们会跟我们去了一些图书馆啊研习啊等等啊、哦、的一些空间，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订那个。定那些未来的这个经营的策略啊，所以他九点在想啊，如果有些地域的意向、商业意向，然后经过一些不见得要复制啊，做一些转换，所以大概是两个，一个是我们在南岛啊，常下雨啊，所以有很多橄榄枝的建筑啊，抬高啊，一个是这个概念，抬高，第二个是如谷仓了啊。就是那些丰收以后有一个储粮的概念，所以他在整个园区里面做了一个大骨架，中间有一个开放的可以做雨水回收，可以从上面下来，那但是新的跟旧的共同需要一个大的骨架，那中间是一个 social space， 大家可以在那里做交流办活动的一个空间。那第二个是我们常在谈原住民的图腾，那图腾不见得是要一比一的。或者颜色怎么被复制、哦、所以大概这个菱形的一个形状如何变成这个建筑的第二层的表层、哦、或者那个孔隙、哦、一种半穿透性的、哦、这个方式把菱形变成一个开放式的金属的扩张网、哦、这个大概是、他们想做在材料上、哦、或者建筑语汇上的一种第二度的诠释。所以可以看到旧的空间哈，被保留下来哈，那但是带利用这个大的团去做工作坊，那新的是比较年轻的这个年轻的工艺家哦，育成的，还有一些屋顶哈，可以上去，那共同share一个中间一个大的一个棚架哦，开放空间。所以未来有一些看起来很 local 的，我们会找。做给工艺家做一些很巨型的目标啊、哦，那再把菱形的这个网架啊、哦，转换成一个建筑一个结构。那中间就是那个谷仓哈，谷仓中间丰收了哈、哦，所以是植物哈、哦，植物园啊、哦，有一些多余的生态，那雨水也从中间做回收再利用。大概后面的进的部分很重要，跟着这个案子大概做了一年哈，那工作团队跟台东县政府也走访了部落，大概办了大概十来次，跟部落的这些匠师的媒合，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哈，有机会坐在部落有点以外，在台东市区有一个传统部落的资深的工艺家哈，跟一些年轻返乡的哈，可以共同。做创造研习的地方。
这个点很好哦，在二楼的空间哦，可以看到整个太平洋，非常非常漂亮。哦，所以未来我们在想象这个空间如何衔接到海岸，因为它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哦的演习，它在这边荡漾下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跟活动哦。那各位，我想你们都有去过黄赛老师的这个宜兰第二文化中心哦，基本上几乎没有什么室内空间了哈，那它创造出就是一个大的场域哈，那这个场域是开放的，是一个立体的，是一个多元的，让各种活动哈，在这个棚架下办起来都有它的一个新的可能性。那这个事务所大概是做那个绿建筑，大概是台湾做的最好的。用很多的回收的材料哈，也做绿建筑的一些性格指标哈，所以可以想象这个看起来又很传统啊，看起来又不是很数位了哈，跟自然没关系。大概走访了很多的部落的公共交通，包括台东有很好的公共交通，那他们的这个技术也很好。所以跟在地怎么做链接？商品展售区很单纯的就是一个贩卖的啊，贩卖的场所啊，所以它原来想是一个室内的空间而已啊，集中为外啊，做一个商场。那后来经过很多讨论，大概很多地区很难负担起一个集中的一个大的商场啊，因为是那个电费实在太高了。所以大家后来讨论了以后，这个原来第一个概念啊，第一个概念一个大棚架啊，像一个山或者海的概念，颜色可以各种不同的颜色蔓延啊。那在下面就是一个800多平的一个3层楼的一个单一委外的空间啊。那后来讨论大概是有点困难啊，有点困难，那个经营的成本太高啊。那原住民的那个网状的这个隔架就转换成结构了哈，大概只有这样。那后来在过程当中，后来干脆把这个整个空间都打开啊，所以大概可以算得出来，大概他们算过这个容量哈。按照这样的一个设计，它的耗电一个月要14万啊，14万。那如果把它开放了以后。变成5万块而已啊，所以整个价格大概是1/3了啊。所以就在类比啊，如果我们把这棚架变成一个开放棚架，下面那个每一个单元的货柜只要负担那个室内的空调就好啊。那我们经营出来这个动线基本上是5万，不用空调啊，所以大概是那个概念。那最重要就是这个整个区的氛围啊，是希望是未来。在这个场域里面是一种比较多的这种多元哈的一个户外空间哈，包括前面的那一群景点哈，前面的铁花村哈，未来可以蔓延在一起。好，所以这个看起来又很粗犷哈，又很有点时尚哈，那就是也认为未来应该让原住民的目标哈，各种方面可以在里面。做一些，但是主架构是这样子做，但是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做完。那如果这个要盖哈，那未来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布局哈。比方说在东部未来大概发展很多的微型的这个民宿哈，或者设计型的饭店哈，那个量不用很多哈。但是如果它要盖，前两年就可以开始做这个产业的餐盘、门窗啊、桌椅啊，这些都是可以创造出很多的工作机会。所以希望有这个原住民文创的聚落，可以让原住民的工艺家啊，或者民间的返乡的，可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啊，就是他可以接这一些观光带来的这些订单啊，那这些都不是马上可以量产的。或者在一般的这个生产的物上，可以就直接订购。
那其实货柜在填充的国外已经很多了，那不过台湾大概还没有了，就是就是他们也在台湾去看货柜，好像在基隆或者新北市那边很多了，基隆发展，所以未来就是沿着那个东部铁路整个货柜下来到现场就重新组装，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议题，所以未来大概会有这种不同的密度聚落的这种排列方式，那整个景观也做这个立体化的这样一个处理，这个看起来很像学生的毕业设计，但这些都会在台东改，真的。现在正在画施工图，请见证。后来讨论老半天，就种槟榔树就好了。台东到处都是槟榔树。那后面是一栋旧的，旧的一个很丑很丑的大楼，那一栋我们想跟德利图要合作，因为他们有面试台湾计划，那可不可以发动，就把它改一改。产生这种各种不同大小坪数的，有小的，有大的，有些不同的空间的产生，还蛮有趣的。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我上个月在上海做城市论坛，谈的台东社区，其实还蛮有趣的。沪台论坛办了四年了，那今年是上海、台中跟台东。那上海是一个人口2300万人口，跟台湾一样，上海。台中是260万，因为县市合并了，台东是22万7775人，每个月少了200多人。我离开台东那一天，30年前离开台东那一天是28万人，我回到台东那一天一年多前23万0538人，我上个月看，我每个月看报表，已经来到22万7000多人所以很有趣哦。所以台东人口是上海的1%，是台中的10%但是我们的面积是上海是我们的1.5倍啦，所以他们是我们的100倍，可想上海的密度是台中的75倍。那台中是我们人口10倍了，那我们比台中大了，大了快点5倍。所以台中密度是我们的大概三十倍。好，这张画面是我拍的，我去上海之前，然后搭热气球，就是很感动，就没有这个高度看过自己的故乡，搭飞机又太高，走又太近，所以搭热气球刚刚好，看到很美的台中重点。所以当上海在谈那个城市时，生活更美好，上海办世博了，他们相信城市会带是人类未来的可能性。的确，根据统计，20世纪末的时候，住在都市的人口已经到一半，那在下一个半世纪，2050年左右，住在城市人口会来到70%，也就是4个里面有3个人是住在城市，所以城市的确是未来。人类大部分的人都在城市的一个经验，那台中胡志强市长他谈台中的一个国际化，他办了很多国际竞图，也邀了很多的国际的文化团队在台中，就在谈台中的国际视野。那台中我到底要谈什么？所以是很困难。我在想台中应该就是社区吧，台中没有什么伟大的城市，台中最大的城市就是台中市，
人口也不到10万人，现在9万多了哈。我离开的时候是11万，现在已经到9万多。所以台东严格讲起来没有什么城市。那台东这个社区，其实我们就社区啦，很多的我会谈六个社区。那这个我们谈的就是一个生活价值。所以我跟大陆那边讲，就是他们很难想象什么叫社区了哈，因为大陆严格讲起来是没有社区的啊，因为他们叫小区嘛哈，或者他们就一栋大楼里面就几千人啊，那所以大概我认为台湾最特别的经验跟海峡对岸最不一样，大陆大概是城市化的经验，那台湾应该如果要跟大陆比，应该就是社区的经验了哈，社区经验。虽然社区最小，但是它无限大。那这个跟台湾时空环境是有关系啊，就解严之后，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民间也认为大概可以转变啊。那当然早期从文建会，后来文化部，还有营建署，那现在几乎都在另外单位农委会、农村再生，都在发动台湾的社区如何改变。要直接谈台东哦，有非常非常特别的六个社区，还蛮有趣的。那么台东是很特别，我们有霞山海岸线，所以整个台东市以北啊、有一个海岸线。那这个海岸山脉啊、东部的山脉跟中央山脉中间就有个纵谷线啊、纵谷线。那台东以南有个南回线。简单来讲，台东有五个区了哈、海岸线、纵谷线、市区跟北南南回线，这两个离岛，绿岛跟南屿、那这几个区里面都有很特别不一样的这个社区的经验哈，关于社区啊，就在纵谷线里面非常美的啊、这个稻田里面啊、那各位吃的米啊、很多是来自花东啊、那花东的米。一望无际的稻田啊，那背后是客家人移民来去耕种啊，那以稻米为主，米香啊，那有一张画面啊，上的那个 Newsweek 啊 ，Facebook 啊，台湾好基金会啊，在跟公益平台啊，在八八风灾之后来到台东，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文化的耕耘部落的这个辅导。所以他们分成四季办活动，在秋收前，找陈冠宇在稻田当中弹钢琴，那所有的这个社区就的朋友就坐在稻田旁边听一个户外的音乐演奏，很漂亮，这个画面。那还有一次就在太平洋旁边胡德夫我们另外一个原住民很有名的音乐家。唱太平洋的风，那我想华东就是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背景，有这样的舞台，那需要有一些新的创意啊。实际上是米乡啊，所以没有盖什么社造中心，就利用旧的房子去修什么做稻米的相关。那台湾大概最老的火车在东部了啊，30几年前台湾铁工厂做的，都还在，大概明年就换了。现在都还在，所以大概，搭火车从台北到台东要4-5个小时，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在东部，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近土地，遥察那边游子，我们的望安社区，一望无际的农田，背后实际上是那个社区的经验，社区决定了不要任何的农舍，社区决定不要任何一个电线杆，社区决定不要任何一个农具间，所以没有依然的那种狗屋了啊，一望无际的农田。第二个是永安啊，永安稍微比时尚更难一点啊，那也蛮有趣，它稍微有点丘陵啊，那客家人跟闽南人啊，但是在这边是种茶。那我要讲的是，背后事实上这个社区会起来，都是有很多，在长期在外面的在地人返乡啊，像
返乡，他们会做一些部落的耕耘、部落的体验，哦，也大概做了10年。永安社区有一条马路，大家骑脚踏车可以躺下来，哦，看天空，哦，因为没有车了，很安全。我放一张这张画面，大陆的吓死人哈，他们在大陆躺下来大概3秒钟，哦，到10秒钟，公安一定会把他带走。当然，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新的价值可以被创造。那丘陵地，所以飞上去就是可以看到台风纵谷。所以除了早期的这个飞行伞的活动以外，可以做热气球的不加油嘛，以后会继续办下去的，所以如果还没去的，明年暑假还有机会，也会办。第三个是在更深山里面，是一个在。延平啊，那边都是原住民啊。那这边国营银台哈，延长寿总台他们那边哈，找出了一个叫孪生部落啊，森林博物馆啊，各位都看过《阿凡达》哈，那个影片啊，那个空间真实存在啊，就在台东。这种树，你无法想象的，无法想象哦，盘根错节啊，那这个肯定很壮观。那在这边。它就不是一般旅游哈，生态旅游要进去，它是体验不带那个东西的，连要吃饭的筷子都要自己做啊，所以在这边，就是学习，在山里面如何体验过生活。那在这边有全国第一个那个穿山甲的。保育了，所以在这边要进去都要预约了哈，所以这个也是台湾未来哈观光的模式哈，就是预约生态体验。第四个是南回县的第四个是海岸县的杜兰部落哈。如果在纵谷县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社区是因为很喜欢那个土地。所以他们希望保有这个农村的地形啊，跟宜兰比较像，海岸线是另外一个局面，有很多的新住民，那新住民有很多的新来的艺术家啊，或者科技人士啊，他们喜欢海岸线这种多元壮阔的景观啊，新移民啊，那刚好海岸线都兰那边有一个民间的糖厂，很旧很破啊，但是就很像古巴，啊，那肯定很有氛围。那在这边很特别是阿美族哈，他们是一个海岸的民族，所以当阿美族的艺术家跟国外艺术家哈，或者台湾的前艺术家撞击在一起，会有一些新的氛围哈。像我碰到很多新的朋友哈，他们都是在纽约居住了20-30年，好像江先生江老师哈，大概也在纽约待了20-30年，那3年前才从纽约回台湾再关渡，那去年搬到台东了，所以他认为。这个东海岸的这个景色是他可以做创作啊，跟生活整合在一起的一个新的机会，所以他就定居，把关渡画室收掉啊。那这些新来的艺术家哈，都在东海岸的山上躲起来啊，那他们常到都兰糖厂跟原住民去做很多不同的交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新的形式的产生啊，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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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那有一天我在都兰的这个糖厂里面，因为来到国外，因为里面80%的外国人啊。那我的好朋友朱平阿贝达的老板，他也一半时间现在都在都兰啊。他也算半移居了啊。那他把台北的 Red Room 啊 ，Red Room 是他办了一个类似像在台北的外国人士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场域，带到台东去了。所以因为这样，就是大家喜欢那个环境，喜欢那种多元的哈，所以大概最近很多的新住民在海线里面，那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那在我们南回县啊，嘉兰部落也是非常非常特别。大概9.11重建之后啊，是一个新的经验啊。那八八风灾。受创包括屏东、高雄、台东啊，这些部落如何重新站起来？民间帮很多的忙啊。
延长寿回到台东是因为八八风灾之后，他认为他没有办法救全台湾，他决定投入到台东，把他对文化、对观光的这个想法，希望可以帮台东做一些新的做法，包括台湾基金会，所以这个重建里面，包括除了这些基金会以外，公部门也用另外一种方式做操作了，就透过红十字会，然后世界展望会去做重建，而不是用公部门去发包，那在南回县都是台湾族，那这样的一个台湾族的文化，如果在重建里面，被重新再建立，大概我们永远都会忘记，那个金寿爱饭店倒的那一幕，那个整个漂流木，堆积了整个台湾县，太麻里桥断的那一幕，那不过大概重建也是一个新的机会了，看全世界都一样，就大灾难来之后是专业者回馈的最好的机会，包括我们的学长谢俊建筑师，现在已经是全台最重要的人道建筑师，那这个经验也是输出到对岸，到大陆去，到东南亚去，等待八八风灾重建这些的做法，就是走民间的做法。那当然有很多的产业的重建是让民间来的，包括台湾基金会带着台北的设计师、工艺家到部落去，跟部落创造出多样的漂流木工法跟琉璃塑一些新的手法。那台东还有两个离岛那我要讲的这两个离岛，绿岛是一个很观光的岛屿虽然比较晚开放。那蓝屿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达悟族，那几乎与世隔绝那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传统化被完全被保留的一个环境里面，岛主大概是2700人，那可以说台湾最纯粹的的一个文化被留下来，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传统也因为这样子岛主有应该用一个新的机会去看这个文化怎么样被做再诠释，包括那个平板舟头发器跟很好的这个生态所以当胡志强在上海演讲说台中可以看到曙光因为现实的地我说台东可以看到台湾第一道曙光正在蓝屿。所以这些文化如何去做一些新的诠释我想蓝屿的那个拜访号从拜访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达到文化交流的这些新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谈台东有五个地区，五个都可以提出不一样的部落的故事所以我们要诉说的台东的价值是一个小而美的是一个有文化差异的小镇故事我应该讲台东是没有城市就社区镇也都是这个大概镇的规模台东的地形风格应该是多元包容创新的创新的。那台东也在今年通过全台第一个景观自治条例景观自治条例所以非都是计划地区我们划定重点景观区可以做保育也可以做等同于都市设计审议的这样的一个审查。那也在去年我刚到台东的时候刚好我到了没多久有一个机会了是有一个联合国的外围组织在办宜居城市的一个提案跟交流竞赛所以那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好的案例因为我们在发动这几个案子都还没盖成但是我认为台东不应该缺席应该到国际的平台去做一些交流所以我们就报名了宜居城市谈的是有好几个面向文化资产也好或者环境保育也好或
或者社区参与或者各个面向，哦，所以我们报名的是最小的城市那一组的20万人口以下的啊，哦，那好像宜兰、高雄也都报，很多城市都报啊，哦，那最后台湾有三个城市都进去嘛啊，哦，宜兰、高雄跟台东，那宜兰其实做这些宜兰经验啊，空间改造已经做20年了啊，高雄做10几年，那台东其实上才刚开始在起步了啊。不过我想我们很幸运的就是参与从这个20万人口的城市参与的50几个城市里面，入选10个城市我没有入选啊。虽然最后没有得奖，不过让我很欣慰，台东的右边啊是毕尔巴。毕尔巴各位知道，西班牙的毕尔巴，古根汉美术馆那个毕尔巴，那左边哈是意大利的锡耶纳，锡耶纳是意大利的古城，那个城总共古城有30几个博物馆，那个古城有全世界最美的广场，一个半圆形的漂亮的广场，那我认为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知道我还有很多不足，那我就利用最后这个时间，我放一下我们。在宜居城市的那个 presentation， 我们怎么来看台东啊？那我想，台东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对自然跟地形环境的一个 enhancement， 就是我们的准备啦啊，或者做法。台东到处都是很自然的环境，所以大概在台东不用把工作生活切得很开，就我们的这个自然公园，离太平洋任何人居住的地点啊，离太平洋都很近，这海滨公园啊，这个早期有一个卑南的大郡的水保公园，大概我们这2年也处理了很多湿地啊，大概台东那个地下水接管率是5%不到，第一座现在去年才发放啊，是唯一台湾那个没有下水道就是台东，都从去年才开始做，那不过大概是用湿地的方式大概是最便宜的啊，这些工程预算也比较经济，那台东还有不料的风吹沙啦，就是。如果东北季风来的时候，整个市区都是沙尘。不过去年我们也用很特别的做法啊，就是引水啊，就把那个水啊覆盖整个西岸啊。那所以每一年花不到几百万预算就可以处理掉风沙的问题啊，或者开放河域让农民来种植。但是还有一些基本的基础设施，还有一些新的啊建筑或景观的发展，包括。刚刚有跟各位讲过的，新的4个车站，以及旧车站的几个准备。好，那这个是台东市区的旧火车站，没有用的旧铁轨，慢慢发展成为铁道路了，生活的廊道。那这个在海滨公园有一个地标。那大概今年会完成，其实预算大概3000多万，3800万。那未来是一个户外的展演的空间，我们年底会有很多活动在那里办。原来那个点就有一个宝藏亭，然后也是一个硬亭，但是一个没有办法上去，因为很高的阶梯啊，一般无障碍没办法上去，那我们改成一个无障碍空间。我们也大概做了全台第一个景观自治条例。但背后是我在推广。好，那第二个是文化，台东有全台湾第一个县市的小型的美术馆，台东美术馆，它是一个旧的坟墓迁移了之后所盖的。台东从去年开始推文化套票，就要花钱买票。好，那也因为我们文化部争取了文化局长的预算跟县编的预算跟用卖票的方式，所以这2年都找到台湾艺术团队，朱宗庆院长刚来过哈，下礼拜是明华园，然后在2个礼拜也
跟神谷啊，那云门啊一团啊，一月演了三场，那上礼拜一般二团也演了三场，然后说方口，那大概我们办了很多大型的演讲，下面那个是演讲授。那我们在环境里面办文化活动、音乐会啊，像在太平洋，在波特屋，啊，在海岸啊办演出啊。那刚刚有陈冠宇的在道演奏啊，弹钢琴。啊，那这个啊，《太阳杂志》啊，《Best Photo of the Week》。那每年大概春秋之间啊，我们有东海音乐季啊，那让。在外地的台东的音乐人返乡，阿妹的，我们有一个南往部落就有9个金曲奖得主。那旧的历史建筑在利用，利用很多办音乐会、办活动。那历史建筑在利用，都兰糖厂、台东糖厂、铁道艺术村，还有。民权里啊，整区的宿舍。当然还有一块就是文创的部分啊，但台东有很多的原住民的工艺啊，但是需要一些新的设计师，我们媒合啊，重新再出发啊，也帮他们找到通路、品牌跟就业的机会。台东有一个时间化博物馆，大概展览内容，这个麦克布尔设计的非常好。那台东也有7个原住民族群，这个绝对是台东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那总共有191个部落，那每年暑假期间丰年祭7、8月之间非常非常热闹，每个部落决定他们的丰年祭的时间。透过部落会议，那我们也透过办南岛文化节啊，把部落的这个文化跟国际社交流。那从去年开始，除了南岛文化节以外，办南岛国际美术奖。天气台风刚过啊，所以蓝屿绿岛跟大武都受创，所以我们蓝屿大概会用88分块重建的方式啊，做整个比较大的整合型的一个基盘的规划跟建设，不容易的啊，因为那个达悟族啊是没有长老的，他们是全部是分权的啊，是6个部落。彼此都有独立的声音，所以公部门要介入不容易，只能透过参与的方式。所以蓝屿应该是台东地区最具有世界化遗产的一个潜力点。好，那大概台东大概准备了几个场域，这个慈善大波慈，那这个也大概是7年前拿到全国那个城乡风貌首奖，因为大埔子早年有做了很多的硬体建设，那后来都把它拆掉了，那个卢伟平当城乡局长的时候，那把它拆掉，复原成为一个比较自然的地景，所以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环境跟一个农业的地景。那除了这样，办了很多的文化活动。那台东有一个全国第一个禁渔区的富山禁渔区啊，就三元湾旁边啊。那以前的渔民经过5年的海的富裕啊，他们都变成生态导览员啊。所以以前捕鱼的渔民啊，现在是生态导览员。做了很多的湿地了哈，湿地是一个做水处理最便宜的，而且也最有效的方式。
我想时间关系，我直接放到最后一段好了。这样我们再定位说，台东大概没有产业了哈，没有什么大的产业，大的这种，除了农业以外，大概就是观光了哈。那我们认为未来有一个新的就是文化哈，所以基本面就是交通、医疗跟教育，这个都很困难。那这个基本面，基本上可以符合之后，未来有新的发展哈，一定是。创新型的农业啊、哦，比方说有机农业、无毒农业啊、哦，或者观光是新的观光，运动观光啊、哦，热气球、冲浪、铁人三项，文化啊、哦，一定是在地原住民文化跟新的设计可以结合在一起啊、哦，或者农业可以变成体验型的农业啊、哦，就是去农村体验啊、哦，或者文化也可以跟观光结合，大概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晚近代吸引了很多的新住民。我碰到很多在园区上班的，他们大概40岁，就决定他不要一辈子这样关在五郡市里面啊，然后上班到半夜，所以他决定要更贴近土地，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可以过，不用到退休才可以过一个比较像人的生活啊，所以他变成新农夫啊，气作啊，种稻、写日志，在网络上，卖米，到处演讲，到处写书，到处分享，啊、哦，培训了一个新的这个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在谈台东的未来，啊、哦，希望有些新的经验的分享。这个是江贤老师，所以他的居住，他的花是都。在东海岸。竹坪阿贝大老板现在一半时间都在台东，他也是新农民。那他在台北也是，他是那个 TED 台北的 founder 之一。在做这些新创新概念的，所以他其实一直在做分享，做社会公益。是他生活的空间。第三个是梁玉芬老师，是一个画家，也是在里面待很久。那后来回台湾，都在台中，那现在都搬到台湾。所以，我们最后用这三个新台东人的见证啊，其实未来台东的当然有一种是原来就生长在这里的，但是更重要就是如何台东因为它的环境的因素可以吸引更多的新住民，跟旧的台东共同创造台东未来新价值。好，谢谢。
整套那个休息区那边，然后我们都知道有个美丽湾的那个饭店的计划。那我这次这个举报员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他，这、就是在你去台东之前做的事情。那他现在是一个进入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那可以稍微原则跟前面那个问题是很像的。这个好问题了哈。第一个，我不相信，观光就一定带来开发，一定带来破坏。其实台湾现在走到现在都是两极，哦，就是说，开发等于是破坏，发展等于是破坏，啊，或者环保等于是永续，因为都是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应该有第三条路。你如果有真的去过台东的话，因为我每天在看报表，哦，台东一个月就少了200多人嘛。这个局面大概很难短时间回来啊，哦，但是，像我离开30年，如果不是因为公部门的机会，我大概也回不去。就说你的专业成长越多，如果他没有某方面的新的机会，是回不去的啊，哦。所以也代表是说，他的价值判断不是非黑即白了啊，哦，应该是有更细致讨论的机会。那当然是说淡水的模式，不会发生在台东，不可能的哈。我在想的台东方式应该是，有没有去过巴厘岛？没有。巴厘岛，你去看所有的很美的 resort， 很棒的这种低密度的高品质的开发，都不是在地的资金，都是可能是法国人。澳洲人，全世界的资金，全世界的专业进去做，所以我认为台湾最美的饭店是韩碧楼，哦，如果不是 Gary Hill 来做设计，韩碧楼不会长得这个样子，哦，所以我认为的台东就是要打开，让新的观念、新的资金、新的看法进来，但不要去抗拒，哦，因为它带来会创造出就业的机会嘛。那我们要控管是那个品质的问题。韩碧楼旁边还有一个叫做日月行馆，哦，那个就对比啊，日月行馆是全部在地的台湾人做的，啊，而且那个是把环境破坏的一塌糊涂啊。所以你说日月潭可不可以盖东西？我不是很不能盖，是要有好品质、好的规划。同样在日月潭里面有那么美的那个团契宴设计的象山游客服务中心嘛，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日月潭美到不行，不能做任何东西。这个对也不对了，哦，所以因为你看这些行馆，你就觉得这些人不能加东西，这种下去就完蛋了，对不对？哦，那个像内裤倒掉，还弄一个像帆船饭店的这种很夸张的，怎么有那么这样？而且是那个应该是说，BOT 来的，哦，对呀，啊，所以是那个机制出了问题，并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我认为在台湾。要再更细致，哦，不能只是对或错，可以或不可以，哦，是后面有没有更完整的品质、更专业的一个机制控管机会。我认为巴厘岛，这一方面是对的，因为有太多很品质很好的东西，但是它必然都是在地的，但是它雇用的创造就业机会也是在地啊，哦，我认为台东未来是那样，所以台东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定了景观自治条例。哦，所以在对海岸线的开发，未来就要走都市设计审议的方式，这个第一。哦，所以我认为台东一定要发展观光，不然没有就业机会，年轻人回不去的，永远都是这样。原住民也是一样，原住民需要就业机会，但是就业机会，不能只是，传统就业机会。哦，像铁花村经营的当然不是原住民啊，是台湾好基金会徐璐，以前当过台视的总经理的，他们喜欢这一块，所以他们继续经营。所以里面的歌手80%都演出，哦，所以那个动画怎么带进去创造出来？严长寿也不是原住民啊，但是他到台东帮原住民帮了多少？因为他把台湾的所有的李彦杰都带到原住民的部落去，哦，那我认为台东未来的观光是要跟国际做链接，我们不需要做这种团体客、大陆观光客这种大型的游览客，但是我们需要更精致的。那台东我们根本是没有，那饭店根本不够，都订不到饭店了啊，那个交通也不够啊，所以交通要改善，住的当然也要，所以那是品质的问题啊。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美丽湾是一个很好的课程，很好的议题啊、哦。那这个议题其实八年前，那个应该说台东第一个 BOT 啦，啊、哦，那在山野海水浴场那一块原来就是有那个东海岸的设施嘛，它本来就是一个有些简单的设施啦，啊、哦，那这一块设施因为台东穷怕了，所以政府把这个部分让民间去花预算去盖嘛，那政府出土地嘛，啊、哦，那当然是说以建筑美学来看都错，盖得太大，盖得太丑，啊、哦，但是以那个行政程序来讲，都那个过程都有，啊、哦，都合法，啊、哦，但是你说严格讲起来是都有取巧之嫌，啊、哦，那个台北市中央国民党党部。就在总统对面嘛，哈、哦，那一块当初为了把那个老房子拆掉，哈、哦，所以是2997/2999平嘛，所以不用送都市设计审议，合法当然是合法，因为我们规定就是这样子，哦，以这样的面积就不用送审。那美丽湾那个案例其实也是的，哦，所以那个是在那个时候的时空，哦，当然合法都有按照法规规定的这样子。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合法还不够啊，哦，就是现在环保甚至比经济重要啊、哦，等等啊、哦，所以现在美丽湾就走到现在，我们只能按照那个行政程序，法院判决台东县政府败诉，不是说那个是执照是无效的，哦，是那个类似的环评无效，所以现在这个是一个悬案，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环评继续走。或者中央有直接行文给台东县政府，说那个部分该停或者怎么样，我们就依据会办。那前几天我们在媒体上碰到立法院执行问环保署署长说，你的意见怎么样？他不是说环保署的意见哦，他说我个人意见是要先拆，再重新做环评。理由不是环保署署长。所以现在第一个，我们县政府的立场就是第一个，一定是依法，哦，一定依法。那第二个会走到哪里，没有预设立场，好、哦，所以不知道。嗯、那当然是也是因为这个好的课程，我们认为整个东海岸不应该僵在那里，哦。现在大家在讲东海岸有十几个开发，没有了，就只有这个案子而已了，其他都还没有动啊，哦。但是现在已经走到东海岸不能做任何的饭店，那个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民宿盖一堆，那耗费了更多土地，对不对？哦，那我们在像你们如果到美国的话，那个美国最漂亮的海岸线，17号公里海岸线，17 miles drive， 那是一个自然风景区，里面也有高尔夫球场，也有宇宙，也是低密度的，那严格到不行，哦，就是它也不能种花，因为花长出来的颜色跟环境不一样，连种花都不行，哦，就只能野草。所以应该说，整个东海岸，未来是要用同一都市设计审议的方式，高标准把关。好，这个是我回答你。好 ，OK。建筑的后来会去念多个体站嘛，哦，都市规划，哦，或者去做念环境方面的，这个是有原因的了，哦，因为在台湾的这个制度下，他们是平行的，哦，国外可能 designer 是可以介入到urban design 或者策略的部分，那在台湾的这个分工状态下，建筑师实际上是很末端的，我就这样讲，哦，就是因为
我们是量化的管理，哦，这个都市人口成长到多少，所以它有多少商业区，多少使用分区，都是用颜色去画一画而已，它没有细致到是用立体去做整个都市的串联，没有的，按照法规是没有的，除非是那个市长是很有决心，哦，或者有规划的概念，他先对城市集团做这样的串联，哦，像宜兰有这样的习惯，哦，做他的规划，或者高雄这样习惯，那台东我们来努力看看，哦，不过现在大概是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在公家机关的这个分工里面，还是很困难，还是很困难，所以这个还是落到主政者的决心，或者这个县市政府的一个公务的习惯，公务的习惯。那当然是最快是决策是最快，哦，那个决策者决定这个是重要，他就会投入所有资源下去。那这个决心，宜兰可以看到二十年的走了20年，对，然后高雄也十几年，哦，那台中是有一些个案，哦，都是大的进步，啊，台北花博也好，或者未来要争取世界设计首都，因为有一些固定的目标，所以看到那些决心，但这些决心因为个人的关系会不会留下来，这个都是变数，也许换了一个党派就换了，说不定，因为宜兰也中断了4年了，对不对？中断又不太一样，对啊。哦，但是现在，喜欢设计的已经不分蓝绿了。我要这样讲。哦，台北现在也很爱设计啊，对不对？到处在办设计论坛啊，也找了很多人在发动啊，哦，所以这其实好事啊，哦。那设计者也会好处，我们不会天马行空。那但是我们是，要去沟通，要去说服，把这个资源看如何在固定的时间很有效的被执行。所以我认为学设计的，从政还不错，EQ 很高，因为我们从小被骂大，对不对？你偏头十几个老师在飙你，对不对？对。因为等一下学会还有一些事哈，那我想，今天很难得请那个，张老师来做今天的演讲。那后面这一段确实是，因为我想，建筑毕业大概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当这个行政的人员，确实在台湾的时候，他真的能够改变一些这个我不喜欢看到的状况。好，所以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张老师。
one year is the minimum is the final project.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doesn't apply a lot. What you're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is project is 1 year, 2 years, 3 years, don't you? You're explaining what all that you have learned in the previous 6 years as a student. So that time is the best time to research about the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 Because later on,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have the time and the resources to be able to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nterest. Because when you go out from school, you are very much determined by how the economy works, how the different kind of architects work together, how that evolves, what kind of position are you going to have in the studio, and how does the client react to your proposal. So when you finish the school, you will have to deal with other kind of factors that you were not facing when you were at school. So this last year, the final project is a time for a detailed research that really matters. Advice, I don't like to really recall about how is the final project, or the problem of the final project, or the evaluation project. I would say in Spain that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doing it.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try to choose whatever really matters. If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sometimes you can the schedule you have in the career, you don't have time to learn about things. You will really lov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o I believe if there are time for the final project, able to grasp or to learn more about those things that we have.预告片就到这边，大家下礼拜要来听演讲哦。